人卧病在床，照顾着身心压力大，喘息咖啡陪伴，一起走更长远的路。咖啡馆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空间，然后也可以让照顾者暂时沉淀一下心情，喝杯咖啡喘息一下。网络留言，泡面含有防腐剂，多吃会变木乃伊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厂商在制作的过程中会把面条用油炸的方式处理，油炸的过程中水分会被逼出来，就是泡面为什么可以放这么久的原因。开封后的汽水喝不完，隔日变糖水，该怎么办？一般比较简单的方法是，我们可以将保特瓶倒立放置，目的是希望借由液体挡住二氧化碳唯一的出口。行动理发师李洪森，一台机车到府服务，帮弱势族群打理门面。我最远到台北林口乡公所那边去，30几公里，回来70多公里，后青春有够样。